苏比狗和他的朋友们。发现是个度假村，海洋世界 Sea World Resort， 太漂亮了。然后现在我在录着视频，走过这个独木梭，哇，不是独木梭，哇哇哇，我鞋坏了，我的鞋坏了。这个海星是可以摸的。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这种鱼，好奇怪。